哎呀，这是大颗的雾社鹰哦。Go。对。台湾猕猴，你在干嘛？不能啊、哦。看一下白色的樱花。路上那种哈、哦。妈妈，你定格，妈妈定格。对。哎，滴雨了哈。不甜不甜。不甜。哎，没有拍到啊。然后再飞进去啊！一二三，有没有？是啊，没有跳起来啊，跳起来啊！所以没有连拍。是啊。没有连拍，我不会连。哦，好啊。这个跟刚才那个花长不一样哈。对啊。还是这有树叶了。没有，这个排列不一样，这是一坨的，然后盖那个是一排。哦。不错。昭和吧，会不会是昭和？那个白色的是昭和，白色昭不是雾色，这个是雾色啊。这雾色，所以刚才那是昭和。这也别怪我。所以它还是有分嘛。摄影师要帮我拍一张吗？帅气的，快。先拍背面。拍正面。不用广角一点吗？哎呀，好好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好，再给妹妹一次机会。我们还有好多次机会，再一次啊！准备好了没有？嗯，好了。一、二、三。快看！耶，有有有！有有有有，到齐了，齐了，齐了，好，可以。OK， 一。台湾特有种，雾社发现的。我是台湾最有种。蓝鹰，像铃铛的，粉红家的，昭和鹰。小豪帮你拍一张吗？这边有没有人要那个吗？快点来，小豪帮我拍一张。快点。一、二、三。你说，一、二、三，好。猫咪。欸、真的会咬人猫哎、欸！猫咪旁边这是，这是，这是咬人猫，这是咬人猫，这是咬人猫，你被咬到了！这是秃头猫。这伤它会让你的皮超级痒，会很痛很痒，又刺痛。